实话实说吧，为了买华药厂，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给投进去了。这还不算让我的战友、跟朋友，还有那些跟着我好多年的工人们凑的。这么大的资金量，还要采购这么多的设备，暂时我是真的拿不出来。这么说，你没有多少钱呐？是的。 舒教授，我给您加点茶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哟，还保密呢？这是商业机密，当然要保密了。得了吧，你就是没有钱，心虚。 行了吧，你到你那茶吧，别捣乱。穆剑锋，我成捣乱的了，挺可恨的呀你。哎，行了，我都没跟他吵，你倒吵起来了。白眼狼。穆剑锋，如果没有研发经费，没有实验设备，我只能在理论上搞研发。这我在家里也能做，何必到你的华药去呢？ 我的华药厂，现在这华药厂，还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。行了，就别说那些虚头巴脑的了，你就坦荡的、诚实的跟舒教授说说你准备怎么办。舒教授今天来就是想听这个，对吧？